谢谢你哦。谢我什么呀？刚刚要不是你，不就被淋湿了吗？嗯嗯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你是要去苏州吗？是啊。去干嘛？我去工地看一下，顺便拜访一下你师傅。你呢？我也要去苏州找我师傅，我总觉得水色差那么一点点韵味，所以要去找师傅商量一下。当然了，有时间的话还可以顺便采风。那你现在觉得水色差了什么呀？我觉得差了一点吸引人眼球的东西，还有就是灵动感。所以说你想苏绣来代替？辛苦了，大周末的不能休息。不会，来，头都湿了，我帮你擦干净。我帮你擦。我的眼睛给你，是眼睛，眼睛给你了。嗯，小舅舅，没有眼睛布，只有纸哦。用纸也要擦干净啊。好，我会认真擦的，很认真。这是干嘛？装可爱。你的可爱还用装吗？喝点水呗。嗯，谢谢啊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出发。